那我们嘉义先生的选拔，我们只进行七项的指定动作，其中如果裁判需要叫出比对的啊，我们会再请选手再一次的进行后续的比对，我们就没有进行一分钟的个人的自选动作了。好，请选手的间距稍微取好啊，这都是我们今天八个级数的冠军选手，一样我们要进行七项指定动作。第一个动作，正面双手弓，二头肌展示，请开始。是冠军啊，每个人实力都非常的好，所以我们裁判要仔细的看，所以我们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点啊。好，第二个动作，正面扩大背肌展示，请开始。好，第三个动作，侧面胸大肌展示，请开始。好，第四个动作，旋转背面双手弓，二头肌展示，请开始。好，第五个动作，背面扩大背肌，请开始。好，第六个动作，请转侧面，中三头肌展示，请开始。好，第七个动作，正面腹肌与腿肌的展示，请开始。好，以上是八位冠军选手的七项指定动作，是否给予一点给多一点热烈的掌声？他们是今天本人组八个级数的冠军，现在来争取今年度嘉义先生的头衔。需要叫出比对吗？先挡啦！裁判递出了小纸条，说要一下了啊。